欢迎回到现场，我是郝柏村啊。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有魄力、有作为的好市长，重罚、动新闻啊，让苹果进不了校园。他是维护正义的使者，还是这个戒严的太守？我想这个阶段，我们还是不避讳的交给我的。我不好意思，我还是给别人。是的，没问题。父亲说的都是对的，请小心。我想这个阶段还是给我们迷幻王子林宥嘉唱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迷幻王子林宥嘉 Yoga。 今天在来的路上，我觉得有些人现在都不关心我们的时事，他连新闻都不看，居然还有人看到我说王永庆怎么变笑脸了。我是林宥嘉，不是王永庆。麻烦导播今天现场音乐开大声一点，因为我今天耳朵听得不是太清楚。我觉得有关今天的主题，因为动新闻真的画得太耸动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就我们曾经当过学生的立场，真的不是很适合让这样子的报纸再进入校园。因为学生或是说小朋友最厉害的就是看见什么学什么，所以不要做不好的示范。我就把我最近一首新歌《看见什么吃什么》唱给大家听。老师，最好的动新闻，把画面真吓人，看了就可以学会真好表情，犯罪过程。Oh no, 动画真逼真。心情站在路程，每晚三颗天机不分。嘿，旁白还接受，笔仙注入还得过。千千万大朋友小朋友，停止上演或成功，不然小孩会乱弄，你就可能当阿公，你会气死你阿公。Bravo，非常好，啊，唱得很好，哦，了不起，哦，这个把这个整个的情景都唱得清清楚楚，啊，谢谢。我想明天是金马奖。我是不是也让我们陈松勇先生谈一谈金马？也不知道几十年了，我们问他好了，好不好？看金马几十年，我你的鬼钱比啥啥西，都要丢金马一地了。来，请陈。